最近我收到了很多留言，有人喜欢，有人不喜欢。我觉得这样不可以，所以我做了一个决定。我决定退出。哦，说错了，其实我是两个都会拍，有时候露脸，有时候不露脸。今天的影片呢，我会做一些很疯狂的大冒险，比如把软软放进假水里面一晚啊，或者是剪开软软在里面做史莱姆，还有把电话放进史莱姆里面。三二一，一开始呢我就做了一些假水，然后接下来的影片我就没有拍到把软软放进假水里面，然后我再搓一搓，看一下它会不会慢回弹。耶！如你所看，我就沉浸在搓软软的节奏里面。然后呢，我的手就一直搓搓搓。这个是放了一天后的样子，我想看软软放进假水里面会怎样。哇哦！然后我就一边非礼它。不要非礼我，然后跟假水玩一玩，之后再 test 一下那个软软的回弹程度。其实我本来要录那个 ASMR 给大家听，可是对这个片段没有声音，停止特效，谢谢。为什么没有人喜欢我？可能他很好拉呢。移过去，谢谢。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我在前几支影片中有做过一个假雪，对，就是超奇葩圣诞节 blah blah blah， 就是没有人喜欢的那一部。所以呢，剩下来的假雪我反正就是没有用，所以呢我就决定放史莱姆进去看一下会怎么样，然后把史莱姆还有我肮脏的手，只是想给你看他还没有受伤害之前的样子。我快死了。然后我就愉快地把史莱姆掺进假雪里面。我觉得他们相处得很融洽吗？你觉得呢？给我抱，给我抱。不是，你要给我抱。我不知道我刚刚做了什么，放进假雪后它整个就是死掉的样子，它就变得一点粘性都没有的那种。我们相处的不融洽。然后我就把我最喜欢的史莱姆给弄坏了，然后假雪呢我一停止拍摄我就丢了。首先呢你需要一个馒头，然后你要一直玩它玩它玩它，影片结束。今天的影片就结束咯，呵呵，我开玩笑的。猜猜我要对馒头做什么呢？难道我要剪下去了吗？怎么可能，我那么喜欢软软的人什么东西都没有做到。好，我们开始剪了。我要剪成一个圆形，然后在里面放胶水，然后在里面做史莱姆。我看别人做我是觉得很简单啦，所以我们自己来试一试吧。然后我不懂发什么神经去把里面的东西给撕烂，全部撕烂，然后我就剪得非常的爽，然后里面有一个洞了。聪明的我想到把剩下的软软再塞回进去，可是你觉得有帮助吗？Anyways， 最后呢，我成功的修复我的软软了，用一个外国牌子的 white glue 为它添上人生的色彩，然后我要一直拿着，不然它会露出来。然后呢，我就再加一点七块半的 white glue， 然后悲伤就逆流成河了。勤劳的我决定不要理那个 white glue， 移去一旁继续玩耍。你真的不要理我吗？我那么可爱，我晚上会来找你。然后我发现所有的史莱姆都陷进那个洞里面了。
刚洗完手的我要洗第二次手了，因为我去坝里面的史莱姆。那当然也不能浪费这个小团的东西，所以要把它做成 slime。嗯，效果不太好。你要接住我啊！然后我就不停的失败，失败，失败，失败。到底他能不能成功呢？当然，永不放弃的我决定再挑战多一次。被软软粘着手指，我们就开始第二次的大冒险吧。再剪多一点，剪完它，然后剪到全部胶水露出来，这个是我们的完成品。然后再一次把所有的胶水扫完进去。你们下一步要做什么？加甘油，要倒出来了，要倒出来了，要倒出来。加了一滴甘油后，我们可以开始搅拌了，然后可以加硼砂水，已经被我折磨到不像人包样了。200年后，我们继续搅拌，然后再失败大概200次左右吧。现在呢，我们有超完美的史莱姆，因为我们加了一滴的甘油。同学，这是你掉的口香糖吗？其实我是要画一个心形。 Anyways， 现在我们有很美的蓝色，然后我嫌我的手指不够蓝，所以我就继续涂，然后现在它变得更蓝了。你要回去你的家吗？为了不要亏待它，所以我决定拿一个大容器把它放进去。干，我好寂寞。这个实验是关于一个完好的史莱姆给我们弄坏了。难道发生了什么意外？3、2、1，疗愈吧，给你们看一个慢拍镜头。这一次呢，我打算用一个史莱姆，对，这个史莱姆就是上次土钉的那一个，然后呢，加上粘土，这个粘土是我自己做的粘土。混合的时候，我非常期待它出来那种粘土的质地，可是它没有。它，我也不知道，它整个融化了，它变得越来越水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都快跳舞起来了。聪明的我决定将完好的史莱姆掺在里面一起弄肮脏，又可以洗手，又可以洗桌子，真好。A few minutes later.它已经融化到变水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，可是我决定我不要洗桌子，所以我就拿硼砂水 blah blah blah。 然后我就非常努力的清洗我的桌子。我还可以说些什么吗？不禁一番寒斥骨，怎得焉得。Anyways， 桌子变干净了。现在我们要做一个很我很怕的活动，把电话放进我们的假水里面。3、2、1。OK， 我们拿出来。这一刻我知道我要给人家打死了。我们拿去清洗一下。 OK， Let's go。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？开机。1、2、3，开不到机，我的人生就结束了。没事。